统一发票头奖千万奖金实在太诱人了，再加上呢政府推行的电子发票影响，也让民众捐款这个发票的意愿是明显减少了，冲击到了社福团体的募款收入。以创世基金会为例呢，2010年他们募到了1亿多张的发票，而今年到11月底为止却只收到了6700张。6700万张，而过去呢中奖的收入大约是1000万，现在锐减到只剩下600万，有许多的社福单位都有类似的情况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。